政治方面的消息来看，离年底大选剩无到两个月时间，民进党籍的中华馆长候选人黄秀峰积极走访基层。二十九号早起时哦，前往着新港市场扫街拜票。伊身为新港的查某孙，行无几步就拄着在地亲友，因都是甲伊加油打气。去年年底选战，甘那剩无到两个月时间，民进党籍的馆长候选人黄秀峰，二十九号一透早，第二位陈秀宝以及港党籍的议员候选人新港欧王辉等人的陪同之下，前往新港市场扫街拜票。新港动算，新港新港新港动算动算动算。黄秀峰表示，新港是伊妈妈故乡，自细汉就伫只大汉。阿姑阿姨嘛，拢阁住伫新港，甲这块土地有真深的感情。因都拜票，乡亲大声支持，可以是真感动。加油！加油！快点出发，那看到我们乡亲热情满满哈，对秀芳的鼓励。那深港是秀芳外婆的家。看到我们很多乡亲哈，有的都是我家己的亲戚哈，不是阿伯阿姆，都是阿姨阿舅哈，所以来到这边倍感温馨。那10月2号星期日下午5点，是秀芳竞选总部成立，那蔡英文总统还有赖清德副总统都会到场来为秀芳加油，为彰化队来加油，欢迎乡亲来为秀芳加油。秀芳，秀芳，吴秀芳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吴秀芳也承诺，未来动算会加倍来拍拼建设，让乡亲会当感受到中华进步。伊也邀请乡亲，这礼拜日到店来伊的竞选总部，先伫现场斗热闹。中华新闻也奉有新港采访报道。